主料，红棕榈三条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红棕榈洗干净备用，在鱼的背部划深几刀，撒上细盐抹其鱼身，锅里放油烧热，烧热后把鱼放进去煎，开始用大火煎，一面不掉皮，再翻一面，煎至两面金黄色即可。写上 ID， 证明是自个做的。烹饪技巧，鱼全身要抹上盐，才不会掉皮，也可大火拿来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